No Hannah, no Eva. Me, Wes, no Liz, no Tiba. Okay, guys. Ready? Come on.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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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 Ready? Roll 好，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在珠海横琴国际网球中心，为您呈现的是63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争夺赛的半决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大家好，我是蔡志贤。好，这是金腰带争夺赛63公斤级的第一场半决赛。红方选手是来自德国的麻烦制造者丹尼斯沃斯奇，蓝方是小哪吒金英。是。今天金英上场就跟对方硬碰硬了。对。那但是呢，红方是著名的盾牌侠，所以在看金英的重拳能不能打破对方的盾牌。对。那话说，他们两个在上一轮的比赛，分别是由丹尼斯27-30打败了状况不错的朱帅。嗯。然后呢，这个金英也以30-27打败了其实非常强悍的阿拉斯。对。双方进行到半决赛，首先。可以看到金英的双眼紧盯着丹尼斯沃斯奇。是。那对于这条金腰带，那金英是势在必得。那金英这场比赛展现的就是他拳法的细腻度，还有他的强势的攻击力，再加上他一个换架攻击，已经开始有点成果了。那丹尼斯呢，就是用身体的力量把我们的金英挤到角落。哇，又绕到金英的侧背了，要小心。哇，我又尝试做一个膝上头。哦，刚刚那位丹尼斯沃斯奇，哎，漂亮。这个砰的一声，是这个组合斜上干打加后手拳的组合，真是漂亮的拳击动作。哎，哇，这个迎击跟对方对拼呢。金英就知道你要打我，但是没关系，我就直接跟你打。对。啊，金英要调整一下呼吸哦。哦，看起来真的是盾牌侠给了金英蛮大的压力的。对。虽然今天的金英是加强版的，但是呢盾牌侠一样往前压。这是金英的，这是丹尼斯的教练，卡姆。哦，跟金英刚刚一模一样的斜线的一个组合。一个干打斜线，然后加后手拳的组合。这个丹尼斯就说：“你金英会打这个拳，我也会。”对。30秒，妈呀，最后的，是时间了。哇，第一回合。哎呀！金英抓到一个反击，不错。还有10秒。非常精彩的第一回合。精彩激烈，是非常激烈，让我看得很紧张，真的是硬碰硬的。对，金英就是要用他的力量去打穿我们丹尼斯沃斯奇的这个盾牌，可是这盾牌实在是太有威力的，一直往前压，让这个金英其实也打得非常的辛苦。对，这个麻烦制造者真的是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不小的麻烦。而且丹尼斯沃斯奇还有这个地砍踢，哎，然后这个组合漂亮。好，他也来一下，丹尼斯沃斯奇也来一下组合。崇德尚武励志众人，感谢江苏宿迁市飞龙文武学校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是。现在开始，我们的丹尼斯对于金英的拳法有所防范。对。而且在丹尼斯出腿的时候，手是不会往下放的。嗯。这个动作是非常难去打他的迎击。对。你看这个，他整个门就关起来了，因为刚刚呢，金英上勾拳呢，用拇指朝上的方式钻过丹尼斯的抱架，所以现在丹尼斯的抱架这个夹得更紧了。
就丹尼斯的这种报价在我们中方运动员身上好像很少有这样的运动员，而且你看手不放下来脚可以踢你，对，一般我们在出腿的时候手都要做一个保持平衡啊或是往下滑的动作，但是丹尼斯不用，对，哦，哎呦，相当的凶。那现在我们的金也是跟他做这个斗牛，两个人的低着头往前冲，对，斗牛动作。金往前顶，还没顶过，中了一个地砍踢。果然是这一次中方运动员公认的丹尼斯是里面最硬最难啃的。对。那希望精英一定要过这一关。没错。哇！我相信这两位也都对对方很熟了，因为精英跟这个丹尼斯打过一次，那一次是30-27是丹尼斯获胜的。那没想到经过一年的一个训练之后的精英对上的盾牌侠还是倍感压力，对，因为对方也是在进步。哦，有小心小心小心，哇，精英这个反应还是可以的，是挨了几拳之后呢还能够奋力的还击，对，相当不简单。 对，今天精英的斗志很顽强。实在精英要推对方推不动，这台德国的小坦克好强啊。你看推完又来，对，其实去年精英打丹尼斯的时候，精英那时候还没转型，还在游走型的精英，那现在已经转型过来，还是对付不了这个坦克，对，可见这个坦克的威力之大。哇，精英又中了一拳。好，这回合精英有点危险，挨了几下重击。好，刚才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看林峰打开手机淘宝搜索56，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帮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刚刚精英恢复速度也蛮快了，挨了几记重拳，突然呢能够再还手，对，你看这个还击相当漂亮，相当的凶狠。哇，这个很危险，很危险！我第一个还手，是，真的太夸张了。好，第三回合了。像刚精英啊，被挨打中临危不乱，还能够还击，这是平常实战要做大量的训练才能够达到的一个境界。哇，这精英的拳好重啊！可是这盾牌侠就是看起来他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壮，但是他都能够吸收下来。对。我们常常古代说这个练武奇才啊，其实在丹尼斯在传统教练看起来不算特别好的练武奇才，他的骨架算比较细的，但是呢这个抗击打能力特强，没错。好，瞬间呢又把精英逼到角落了，有点危险。精英打了很多小上勾拳打得不错，但是呢这个丹尼斯好像都没感觉。对，这个精英真的是不得已就往后退了啊！好，精英开始游走了，你们找到机会重击。哎，糟糕！今天场面对精英是稍微比较不利一点。对。像刚刚丹尼斯的腿法距离抓得非常好，哦，两个对垒拳，哇，现在就是防守反击对防守反击，
现场观众也疯狂了。现场观众的热情也是被一半被这个金鹰所激发的，因为金的拳实在太帅了。对，现在双方体力也其实哇，好，这个是无心的啊，一推开他觉得可以打了。那金鹰要调整一下呼吸，我看金鹰的嘴巴有点合不起来了。整个后半决，双方体力应该都是已经用到极限了。对，那丹尼斯沃斯奇的一个长处就是他有扑克脸 poker face， 你他会不会累，他会不会痛，你根本看不出来，始终是很淡定的表情。好，最后的十秒，是这场比赛谁能够晋级？哇！哎，糟糕，背后对手，糟糕，小心！这场比赛，哇，两个人隔了一年相遇，大家都有成。西法被挡住了，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8，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Winner!